在夏天两小无猜的模样，旁人看得有趣极了，但在老爸夏克立眼中却有女大不中留的感慨。我一点吃醋，我就说啊、哦，这么小已经不理我了。因为我很习惯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了，一定会有一天他跟我说，我不要跟你在，我要跟朋友在一起。虽说孩子是上辈子的情人，再不愿意，夏克立也得接受夏天会长大会交男友的事实。他也有帮女儿上性教育的心理准备。尴尬比都不知道重要，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可能会有意外发现。当然我也不想要那个太快来了，因为我也会尴尬。艺人夏克立带着女儿夏天参加大陆亲子实境秀节目，人气飙涨，还被封为新国民岳父，频频上节目接受专访。女儿说自己最喜欢《美女与野兽》里的贝儿公主，老爸立刻现场指导选男友标准。那个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就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啊？所以不帅不管，他还是因为男生的那个太好的那个心，他就爱上了他。尽管一旁的夏天似乎有听没有懂。天下父母心，看来不管是不是国民老爸，都会提早想很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